好，那荷兰人经营台湾的农业，然后来，请问看到什么？设计题目哈，不要定期给学生答案，像这一题就很简单，但是学生要认真看，答案哪一个最好 ？B 吗？好，问大家啦，根据这段资料，谁最惨？谁最惨？佃农最惨啊！佃农一方面还要缴税，还要缴给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是垦主嘛。是啊，而且荷兰人很特别，荷兰也是间接统治啊。像郭华一就是这样子的人啊。欸、其实他就也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客头啦，清朝讲的客头，其实就是垦守啦、欸。其实就是人口贩子嘛，就他背后有一群人嘛。那这一群人其实荷兰人就说我指定你要给我缴多少税啊，税你自己去想办法，所以佃农当然是被层层剥削的。那会产生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什么？西荷兰是国家土地国有化，所以它是大地主，大家都跟我租，所以一方面我要征人头税，一方面我要征土地税，那土地税你自己再去想办法，所以佃农是在最底层，所以它可以抽到好几层。OK， 所以你看，我们光这个题目就可以讲好多个东西耶。所以学生当然他就可以怎样，透过问题的思考，而且是他发现的答案，他印象会很深刻嘛。好，看下一张，发展，好，这个有意思哦。来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事实？所以哦，如果我们找到有意思的资料，学生上课充满惊喜。答哪一个？啊？要跟老师讲，哎，为什么？那个老师吗？为什么？老师先接住了，你答对了。哇，歪了歪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风向的关系。老师为什么是 A？林哲轩应该就丢得到了、哦，为什么是 A？ 有一本书，大家知道故宫有办一个那个福尔摩沙那个，就从那边出来的。来，你说为什么是 A？ 因为中国的黄金，中国黄金比较贵啊，白银比较贵。如果就当啊，中国来讲白银比较贵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没白银，啊，日本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日本有白银，所以要怎么赚钱？哎，就汇率，所以你看我们教他商业知识，哎，对不对？那个法到底人民币对台湾有没有贡献？对不对？来，那要怎么赚钱？先买什么？用什么买什么？啊？你看，如果我在台湾啊，我先用黄金跟日本怎样换十两白银，再把十两白银卖回中国，我就赚两倍，再两倍再来卖，就是光这样子没有成本嘞，你就坐在那边就好了，左手拿右手卖，啊这样再卖回来，转口贸易，所以怎么讲转口贸易，这样最方便了、啊。就坐着就好了，不用生产，就坐在那里。好，那问大家，为什么西不可以？为什么西不可以？为什么西不可以？那猪为什么不可以？哎，刚刚好，日本跟中国都禁止出去嘛，所以给台湾一个太方便的机会。所以为什么冰田明兵卫事件就这样来？冰田很想透过台湾转口，干脆直接跟日本去卖，跟中国买卖。那荷兰人不同意啊，他觉得这是我赚钱的机会，你怎么可以来直接来垄断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台湾的利基嘛。所以不就是我们原本想那个法的目的吗？来看下一张，好来哈、哦，有意思哦。这都在讲
同样的事件。好，看完了吗？来下一张，请看下一张。请问他讲哪个事件？好，冰河与另外事件。好，下张一张。好，来，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同？老师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同？我也是做表格啦，可是我没想到一贴就变这样。哦，可能我电脑还要再加强一下。好了吗？好，下一张，再下一张。好，来，答案哪一个？冰格事件两种说法，答案哪一个？好，我回去看完选项之后，我想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设计的哦。你猜哪一个？请。谁的立场读得出来吗？你说是不是真的？都是对哦，这都是对的哦。我花蛮多时间去查的，这两个都对。你觉得甲表是谁写的？荷兰人。乙表，日本人。好，你说这只有这个机会吗？还有很多。我举个例子哦，譬如说我们讲美国，美国独立战争。美国独立战争里面，譬如说，如果我先讲说，这场战争是起因于莱辛顿之役，结束于巴黎条约，请问这是谁的立场来描述独立战争 ？A. 英国人 ，B. 法国人 ，C. 荷兰人 ，D. 美美著名。哦，不会，我再测一次，青年战争，对。青年战争可谓是人类史上第一场世界大战，但是青年战争又有一种说法叫法意战争，请问这是谁的立场 ？A. 英国人 ，B. 法国人 ，C. 葡萄牙人 ，D. 北美著名。哪一个？法意就法国印第安人嘛。哪一个？英国人对不对？对英国来讲，青年战争就是世界大战；对法国人来讲，也是世界大战；对葡萄牙人来讲，那关他什么事？对，答案北美著名。青年战争对北美来讲，清除了法国跟印第安人的领土，了解吗？好，那刚刚那一题，美国独立战争，请问始于莱辛顿之役，结束于巴黎条约的签订，谁的立场？英国吗？还是北美殖民？北美殖民为什么莱辛顿之役他赢嘛？所以他会怎么跟你讲？哇，你讲这场战争，咱从头赢到尾。哦，那谁啊？那英国人哦，被人偷袭，就莱辛顿一场龙，我那开钱就穿赛有老早，好不好？那最后我问你，法国人会怎么讲？会从哪里开始讲？从七年战争开始讲，对，那个土地是我们。英国人哦，我们来冲上，干嘛来强战？所以现在英勇的北美著名来抵抗他，所以我要帮他。那英国人会怎么讲？英国人会怎么讲？波士顿茶叶事件，下一场实在就要死了。那德比也是伊的呀，又化妆成印第安人来斗掉，斗掉了后，伊找法国人来咱拍，结果安怎？好啦，凊彩流离呀。这是一场战争，三种说法，不是吗？所以每一种叙述不都是主观的意见吗？主观，所以你看嘛，尽管最近大家都三分短嘛，哦，你说解释中日之战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都立场问题嘛，要不要接机？要不要看字？哎，大家有意思了吧？好，来看下一张。